过来。你看爸爸来不是很乖的吗？走啊走啊走走走！哎，你怎么等我来你都这样了呢？等爸爸来你都不是这样嘞。现在补好以后就不用来啦，回家要勤快刷牙。你如果不补起来，下次它会越烂越大，下次牙会比上次还痛的。那你每次跟爸爸来回去又跟我说不怕补牙，又说勇敢呢。你跟我来你就这样了。那你想干什么？那你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补？痛吗？痛不痛？你这是最后补起来了，这不是上药了。补完这次就不用来了，快点补完，我们快点去游乐场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弟弟都在等你啦。别扯我呀！你什么时候做好，我什么时候来接你，我带弟弟去玩了。那你要不要做？要不要补？我下次坚决不带你来，以后留给你爸带你看牙。本来很快的事情，非要磨这么久，搞了一个多钟才补了一颗，而且是左哄右哄才补了一颗，哭得要命。跟他爸来都不这样，还有一颗，下次我让老头带他来了，我再也不想带他来补牙了。我们现在去游乐场玩一下，然后晚上在外面吃，吃完再回家。走错路啦，这边。看到没有，火车。今天又多了一个这个什么，像水一样的水床。在等舅舅出来。你自己跳。
它放包里面。这个抓到好兴奋啊。对，反面反面，哎，得了。得辆什么车？救护车啊？叫舅舅教你。给舅舅给带弟弟刷一次嘛。哎，没抓起来。吃饱也不能乱跑。不要乱跑，听见吗？带你们两个出来，我血压都要高一点了。得吃，不要浪费了。你们两个吃饱再去躲猫猫啊！两个吃饱在这里躲猫猫。过来，不许躲地上。来躲猫猫。你跑什么？不要跑，后面有车子，听见吗？等一下呢，阿姨跑完呢，买点零食，阿姨送气球。那个不是奥特曼吧？没有了，只有一个。要恐龙，要恐龙，要恐龙。恐龙也很好看的。嗯，恐龙可爱。要嗯？那你要恐龙还是要蜜蜂？啊、哦，他要蜜蜂，啊，他要蜜蜂。你看你要哪个？我觉得恐龙可爱。他就要蜜蜂。要一个就够了。拿零食走，拿零食。拜拜。你干嘛呢？不要放嘴巴药。哦，开门了。